前造成科技人员车祸的新型蓝眼 AI 仍在逃窜中，动机与接下来的动向皆难以预测。长安，他们是叔叔和阿姨吗？如果害你爸妈出车祸那个人就是投靠在玉贤高中的001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这件事我一定帮你。我现在没这么多时间浪费了，您能不能帮帮我的朋友啊？ AI 受到阿西莫夫模块的限制，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攻击人类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当年我就警告过你们，这个项目不能去碰。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做好接纳他的准备。我都看过那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AI 了，我有冤枉你吗？他是机器，不是人，我们必须销毁他。